你们在什么样子等级的餐厅才会吃得到点心上的金箔？哎，这真的是很有诚意耶！哦，我们今天这样1800。哎，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偷刀。我们现在来到信义区这里了，然后在我们身旁这一栋大楼是大圆白。今天我们要来这边吃续集，而在这之前呢、啊，我们有订今天的位置。哦，我订了好久好久，才终于在一个月前订到位置。喂，五十呀呀呀呀呀呀呀耶！晚餐，全部，来，哎。耶耶啊啊啊啊！可恶，再一次啊！啊啊啊！晚餐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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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确认定位啊啊啊！确认啊！哦哦哦！我相信续集有很多人都知道，甚至吃过也看过。但是我们是因为有观众特别抖内给我，希望我来吃吃看续集，看他表现会是如何的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吃看吧 ，Go！ 嗯，戴口罩跟手套，全部戴上台，上面都有。谢谢你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入座了。然后刚刚我先去现场看了一下，我发现，他的这边动线真的如大家所说的，非常的拥挤啊。他就是用一条很长的走廊，把所有自助餐会有东西，就放成一整条。就所以我们可能从头走到尾啊，这样来回走可能要一两分钟。不过 OK 了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吃吃看续集的表现会是如何吧。请给我和牛，还有西边肉跟干贝。谢谢。谢谢。
还有几杯秘鲁，还有春告草，还有桃。春告草是第二个。哎，对，第二个，谢谢你。哎，要请给我干贝跟虾子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第一轮就先拿海鲜来吃吃看呢。只不过我吃那么多自助餐，我第一次看到，他提供面包蟹，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坐了大众交通运输，然后转 Uber 过来这边，就为这个。谢谢。谢谢你。哇！来，先敬各位啊！怎么感觉就是果汁而已啊？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开动吧。只不过在吃生鱼片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生鱼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给准备好。会不会是因为我才刚从屏东回来没有多久，所以我觉得它这生鱼片吃起来好像不会有太感动的滋味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吃一下萝卜丝啊，洗洗嘴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也许是他这边定价的问题啊，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，你会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就是非常顶级的口感才对啊，它都是合乎这一个收费所提供的东西啊。啊，我们再吃这个螃蟹啊，哇，好期待吃到这么大只的感觉会是如何。我们轻轻一刮，整个精华都跑出来了。我平常吃的螃蟹小小一只，没什么感觉。哇，今天到这么大只的螃蟹，连它的浓郁还有美味都是 double 的 double。
对，这面包蟹虽然是我第一次吃啊，但我是觉得它够大，吃起来真爽。你看看多么的完美啊，哦，你看就是这种够新鲜的螃蟹剥起来肉才那么漂亮啊。不过刚吃了那些海鲜之后，这个白虾体验就真的还蛮接近享食天堂的感觉了。这种虾子塞满口感觉就是舒服啊。哦，各位，新鲜的蛋菜配上一口啤酒，人间享受啊！吃起来的味道好香哦。他这个寿司比我们上次和食大胃王那一次表现还要好太多太多了。这东西吃起来竟然是甜点的感觉，还蛮特别的。好了，我们第一轮的东西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第二轮的料理吧。
哎，请给我一份牛排跟热排。谢谢。我要个鲍鱼土瓶蒸。好，那哎，谢谢你。再加柠檬就好了。哦，加柠檬。你吃进去不要整块牛肉。哦，好，了解。它上面是杯子。呵呵，那谢谢。谢谢哦。请给我啤酒，还有花架玉祥。好。请有葡萄酒吗？有啊。我要红葡萄酒。谢谢。哎，要求啊各位，我们今天这个位置有点狭窄啊，所以我们拿第二轮东西就把桌子整个塞满了，塞爆了。我们先从这个现炸的东西开始吃啊。哎，我很少吃到这种炸虾的肉是有这么足的分量哎。还有这个是春雨炸虾吧？哦，我真的是很少可以吃到炸虾里面的虾肉是如此的大只哎！哎，这真的是很有诚意哎！来吃一下鹅啊！哇，这个很大颗呢。我感觉到浓厚的海味，对我嘴巴里散发着。这应该是北鱼啊。我觉得他这一盘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没有话讲哎，他真的是有这种高价餐厅的水准哦。还是我？哎，等一下，现在 OK 了。不过大人的话，总金额会是1859。但是说这个费用哦，我们可以吃十几次的豚酱嘞。哇，这个香鱼还爆蛋呢！我靠！哦，我们今天这样1800。哎，好啊！这只香鱼除了蛋之外，它就没什么肉哎，它这专门就是给我们吃蛋的吗？
这一杯的柠檬味非常的浓厚。奇怪，它这个牛舌怎么吃起来缺少前面料理所带给我们的感动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是觉得刚刚的香鱼实在是太强了，所以变成后面这些烧烤类的料理相对的黯然失色。哇，好清爽的感觉哦。哦，这里面还有一颗鲍鱼啊。因为我本身是对鲍鱼是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人呢。中阶跟今天高阶的价格收费的这种现切牛排啊，然后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外表，我都觉得说好像肉质都有点干了，可能这会呼应到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啊，就是你对它期待越高，你的伤害会越多。我反而觉得他这个热牌表现要符合我的期待耶。老板，没有这个。
哦、OK 啊，各位，他第二轮东西我们也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东西吧。请给我三份干贝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够吗？哎，还有吗？还有啊。哦，好，麻烦你了。哇。够吗？哎，还可以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。我一个啤酒，还有一个白酒，跟前面两个调酒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第三轮的东西已经拿到重复又重复的东西了啦，因为它这边整场的项目也许没有像享食天堂这么丰富啊，但是我是觉得说它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水准的。只是我们今天喝了啤酒又调酒，还有红酒跟白酒，我们能混的几乎都混下去了，这种感觉真的是，我觉得值回票价了。尤其信义区它这里哦，它这边晚上更是酒色迷人的地方呢。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可乐饼里面呢、啊。都是肉，肉还有肉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哦，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炸虾，可能你皮吃完，它虾的长度顶多到这里而已。可是啊，它这边的虾子，你看哦，哎，这真的很有诚意耶。
用这个白酒敬你们呢、啊。我们刚刚喝的那些酒好像突然就是有一起发挥的感觉。Oh my god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吃这个面包蟹，我觉得就值回票价了。这东西真的不是我们平常可以吃得到的螃蟹。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体验把蟹黄当饭吃的享受。
我们距离用餐结束时间还剩不到半小时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吃点甜点了。请这些点心可以多给我一份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请给我生乳卷跟樱花奶酪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来到最后点心的部分了呢。你们看一下金箔，你们在什么样子等级的餐厅才会吃得到点心上的金箔？底价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金箔啊，可是怎么感觉吃金箔有一种……还有他这边有这个柴犬鸡蛋糕。还有这个，我是觉得很特别的东西啊，这个这是生鱼片吗？没有想到是莓果味的点心耶。我真的是被这个东西骗到了。续集真有你的。我是觉得你今天带女朋友或者带小孩来这边吃的话，真的他们都会吃得很开心的。它这个樱花奶酪上面也有金箔，不够喜欢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啦，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外面的了，然后在我身后的是101台北101101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有来这边的艺兰，还有来这边的一幻，来这边吃个东西，吃个拉面。然后今天我们来这边就是吃续集。我们今天终于来吃了。今天这样吃一顿，1859块了。哦娘喂！尤其这个集团里面还有一家叫做想想的高级餐厅呢。只是未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吃啦，只不过你问我说今天我们来这边吃花了1800，我未来还会再来吗？
如果哪天我发达的话呢，好不好？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看到就去回复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